比较有意思的演员，一个叫王浩月，一个叫李浩阳，他们二位给您带来最大受招的掌声欢迎他们。今天在这奉献是我们德云一队，德云社分好多演出队。哦，我们现在也是正经公司，原来也是，原来现在也有正经人，我们都是正经人。刚才那俩就挺不正经的，神经病似的，是吧？刚才我一个不老正经，是，神经病似的啊。我们这是德云一队，在这个南京德云社呀，演出已经两礼拜了。两个礼拜了，在这儿两个周了啊，两个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俩礼拜了，俩礼拜就两周，就是轮换演出。对，我们演完出了之后呢，就是其他的队伍了，也是德云社的啊，也是德云社演员。不废话，德云二队人家来了，这二队来也是俩礼拜，演完之后哪队呢？三队。三队完了呢，四队，然后5队，最后才7队，然后轮着轮着还能轮到我们来哦，我们再来呢，还希望您各位还来听我们德云一队的相声，给您带来无限的欢乐，祝您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笑口常开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好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再过一轮轮再来，哎，我们哥们儿哪里边玩意儿？哎，这就是什么呢？都不一样，哎。知道，刚才这节目说的就不错啊！这个节目名字好听，叫很好啊。你是主持人，你忘了吗？我要当演员，哎啊！每个演员都想要当演员，都想当名演员，都想让更多人认识啊！德云社有很多演员，那比我们名气都大大的很呀，是不是？就比我们大大的有名，对不对？就您这种华语，我们听着不是很明白。都比我们有名气啊！对，是不是有很多？帅哥，我们德云社有有4位帅哥。您讲一讲，一提的朋友都知道，已经欢呼声了都，欢呼声了，对吧？德云社大帅哥，你比如说张云雷，哦，帅哥，秦霄贤，孟鹤堂，还有一个王皓月。帅哥啊，都是有名气。对，我呢也不算帅哥，跟这是个驴啊。我呢，充其量算个哥，哎呀，也不算帅。都是公的，都是公的，大哥，哥也不。连我不做大哥好不？啊，确实什么意思呢？王皓月呀，没有什么名气，也没有什么流量，真是这样啊。从哪体现出来的呢？就从你们节目体现出来了啊，能见到这。哎，聊聊。哎，您看啊，我们演完出，这些演员呢，有时候都回笼子啊。我要说你，我们都不回笼子吗？是，就是睡回，就回笼觉去了。这个点儿叫睡回笼觉啊？中午、下午、下午啊？就是一般来说，早上起来不中回笼觉。哎，有时候我们就回宿舍睡觉去了。哎，在回宿舍这条道上，这条。黄泉路上，哎，你咱们宿舍的目的地是阴间是吗？阴间就是这条道路上啊，就涌现出很多的啊，有时候散了场，观众朋友散了场，都等待我们演员去看一看我们演员奇形怪状，都脱了大褂，里边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都喜欢在这条街上堵着我们。真是这样，都看出人家有名气演员都不一样了。哎呦，真是不一样。你先讲一讲，你不要肯定。我们后台今天啊，后边有非常有名气的演员，小鲜肉，
小仙女啊，小鲜肉会有好嘴呀、啊、都这么说吗？小鲜肉，哎呀，你这嘴有问题。咱们两个还回没有问题，你脑子有问题是吗？小鲜肉，小鲜肉，对吧？你往后还得招小贝啊，多坏吧呀。咦，这都不信，这小贝怎么来了？哎呦，小贝人家多坏呀、啊、是不是一出这门很多的朋友等着小贝哥哥，就叫他小贝哥哥。小贝哥哥签个字吧，让小贝签个字。哎，签个字，后台还有火的演员马浩辰，马浩辰，嘿，马浩辰哥哥，签个字吧，签个字吧。我们后台那个明星，哪位？沈志鹏。谁有就是艺术家，沈志鹏哥哥，签个字吧。对，这就是您那个借条，对对对。借条？这借钱干嘛吃饭呢？哎，人都有名气啊，到我这儿，嘿，老师。给我礼貌，给我礼貌，不认识咱们老师啊，要不然您也签个字得了。还有一个青年瞧很有礼貌，嗯，签个字得了。哎，咱也打打方方的，哦，结果你来，咱给他签个字，是不是金一鸣？哦，写上，你看看，不认识咱们，哎，也不认识金一鸣，哎，都不认识，所以说呢，得自我做个自我的了断，让您。您别死台上行不行？你说你死后边儿，我自个儿说也是吧？自我的了断啊，介绍介绍。自我的了断，不是要自杀才叫了断。哟，还有自杀，朋友们，鼓鼓掌让他自杀。啊、您都这么鼓，您这鼓掌是刺激他自杀的。自我的了解，自我了解。您就说自我介绍。哦，自我的，对，我们在这儿自我自爆，我们在这儿自爆。连全尸都留不了。我们在这自爆啊，自爆家门吧。哎，报我吧。啊，自爆家门。来报你的。来报报我的。哎呦，不合适啊。好，谢谢朋友们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真是我没想到今儿个这么热情。谁热情了？都一场了，别人看不见我，这个你想我。我不想你。你说我这报名字了，你让我报你？报名不要报我，那我是不能答应。嗨，你让我在这设设姓名。对，那没有必要啊。没有必要，你那名字谁也不知道啊？说你的，说你的，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。就是你说我的名字刚才已经介绍了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就那王皓月，那确实没人知道。真的，各位应该给我们这大胸口鼓鼓掌，真的啊！谢谢老师，真的不容易啊！你看现在哪儿去看这种动物表演？对，这说话不礼貌啊，不礼貌。这个演员呢，也要介绍一下。他呢就是王皓月的搭档，啊，名字特别好听啊！我隆重的介绍一下，希望您呢能够记住，以后出门呢您就叫他的名字啊。这是我的搭档，他叫朱财冠。啊！我的天哪！好久没介绍了啊！小刘，小刘，哎，小刘，我不是朱财冠。他不是朱财怪，不是朱财怪，很有意思的人。我是朱财，是朱财怪，你是吗？哎呦，我这个牙，我不是朱财，他不是朱财怪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我拱死你啊！叫什么？我叫李浩洋。哦，李浩洋。哎呀，真是你早说呀！早说咱就早就明白了。啊，你叫宋浩然。哎，这么一说呀，哎，兄弟兄弟，你掏掏耳朵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李浩洋。哦，高启强。哎呀，这个还是朗朗上口。我跟你说呀，高启强。哎呦，高启强。你先等点吧，这个我仨字全都不一样，说全都说错了啊！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我叫李浩洋，李浩洋，行，可以了，真不错。李浩洋也是一个人，要跟您比，我硬博士啊，也是一个好人，好演员，是吧？说学逗唱，这个四门功课，你看都不会，都不会，哎，好演员都得会，都会。
比较过瘾，有的演员呢连说带唱，你看这演员说学逗唱也占一个字儿，哦，听，往这儿举一拐棍儿，这一听，每天也挺有意思啊。离我最近的观众这就是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离你最近的观众，对对对，我怎么不是？我不明白了啊，这说相声嘛，两个人的配合，你看，我觉得我的工作重量不比你轻。哎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真不行。尤其我都到三期了。那得，哎呦，那是人物的设计，咱这都设计好了。是说学逗唱，您就别的咱不说了啊，学逗唱咱都不说了，咱说这说，这说你就不行了。我怎么不行？各位听，是不是我现在说的话比他稍微的有点逻辑？说的不是逻辑，口齿都不清晰。我这个嘴还不清晰吗？我这个嘴还不清晰。用这文言文说这种演的跟傻缺一样。咱俩谁叫傻缺？跟傻缺。往这儿一站，您已经看见两种不一样的傻子模式了呀！真是非得要比一个。我说我嘴论短长，今儿个咱俩要论短长了。朋友们，我俩谁像傻缺？你。别说了，你。谁说的是王皓月？我说的是我。哎，哎呀，我是傻缺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他是小傻缺，玩傻缺的话，不不不玩，这就没有意思了，没劲。说你能说点什么呀？哎，咱们这空口白牙斗嘴没劲。你看空口白牙，你这是你说点什么？给我们举个例子，你能说点什么？我们要说这个，你能说点什么？到底对不对？说点什么？你能说吗？哎，说到底能说点什么呀？你说的，别说那碎嘴的话，你说点什么？你这个嘴就够碎的了。我要介绍的时候请您收声。哎，我收声。哎啊，那说的太多了，说话呢我就得收声了，我说话呢就得收尸了。说的太多了，都能说点什么呀？能说某某某儿过，碰某么过，憋死牛过过过，绕口令过过过，个大笑话过过过，小笑话过过过，你烫着了呢？过过什么？就。哎呦，我就想霍霍你那意思，玩儿去，别让霍。就这些你都能说，嗯，当着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说一回，哎，说一回，嘣嘣嘣，嘣嘣嘣。这您多担待了，你不是能嘣吗？我跟您这生理构造不一样，我上边放不出来，咱换一个，嘣不了啊，来个蹦蹦蹦，蹦一回，我也蹦不动。那憋死牛呢？牛没憋死，我憋死。憋死牛也来了。那哪个能来？不是诈骗呀，就是最后这个呀，就是诈骗，退票，退票，退票，这是你这举的，退票也是你这主持专场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哪个能来？后头最后这绕口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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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说呀？哎，知道。哎呦，我们后台连个傻子都会说绕口令。后台谁都会说绕口令，你会？我绕口令还说的最好。你绕口令说的最好，是吗？哦，你可绕口令去扫一扫，绕口令去打听打听。哎，原来我有一外号。你有一什么外号？绕口令，小神童。你看看哪看这种卷毛的小神童去呀？是不是？您就是绕口令小神童。对。哎呦，我也有个外号，绕口令老神父。没有意思吗？哎呦。就是我比你说的还强呢，我说一个你就学上来，你说一个我能学上来呀，对不对呀？你为什么要目送一个人？啊，要 PK 了啊，绕口令，绕口令，你说一个，你今儿说一个我能学上来。听我这个，哎，这玩意儿没什么。说，打南边来，白话老头说，这凤白的白的，凤味儿的小娃，你也从小啊，对不对呀？这说。再说一遍，我说的时候你不要说话。
你再说一遍。你要对我尊重，来，说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棒白的白腿棒棍儿。嘿，说的还真不错。嗯，换下一个。什么玩意儿叫换下一个？啊，您得学呀，让我们学这个。废话，嗨，我说出来就比你清晰呀、啊。哎，你听着啊，您各位注意啊，哎，说，有个老头拄拐棍儿。哎，各位，先退票啊！哎，现在啊，你看人家说，哎呦，哎呦，说那退票。哎呦，我说一个，哎呦，我说一个啊，退票是吧？哦，好，好，那个退票窗口在阿富汗呢，知道吗？你光光机票是吧？哎，也是都哎，太得了。你这个，我给你说一个，是不是？你再来一遍，我听听。朋友呀，是咱学这绕口令学圆圆了，学圆全了，不能让人总结中心思想。你再说一遍，我学。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。这回错不了了。说打哪边？打哪边？哎呀，难为你这个脑子。南边打南边来啊！各位注意啊！说打南边来个白头的老胡。白头的老胡？让各位听听，哎，这虽然这种人话打你嘴里说出来，我们习以为常，可这不对。白头的老胡不对。你刚才说的是？我说的是白胡子老头。哦。嗨，白胡子，哎，咱说的白胡子是吧？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是吧？哎，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，老猴挠死你！老猴挠死你！还不对，老猴。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是吧？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，哎，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，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吧，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。你弄八个老猴来干嘛？你让老猴回去吧，老太太都等着急了。手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。哦，你看后边还这么复杂呢，真是不好学起来啊。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蹦的棍儿，蹦的棍儿。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什么呀？手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。哦，你这可是错不了了。说打南边来个白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玻璃棍儿，说打南边来。没事儿啊，稍微大声对我好说，不错啊，儿子，来，让爸爸代表报告。
什么，知道吗？这就没什么了。很简单，是吗 ？So easy。哦。啊，很热乎劲儿还真上来了。嗯。你再说一个，我还能学上。再说一个。你再说一个，还能学上。听这个。说。哎。我家有只飞禽人挺花心鸡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有只飞禽白颈花金鸡，咬了我的飞禽白颈花金鸡，卖了他的肥颈白颈花金狗，赔了我的飞禽白颈花金鸡。爷爸，哎呀，再见。你说有点意思啊，我还有点意思，我还能学上来。来啊，说这个说。注意啊，说在咱们这个白胡子，老头死了，老头死了，回去就白白了，是就没有，走半路让我踢死了，真是踢死了，说谁家？谁家？我家。说你家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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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家呀？不是我家。白胡子老头，我家。是我没说别人家，我说的是你们家，你家有不是？你家？我家？嗯，我家没有啊，我家。我瞧出来了，谁家谁家，别老说着打是吧？谁家就是你现在假装啊，你是一个有家的人。我有家了，你现在不是毛流哦，不是臭药棒的，我是有家的人。你是一个家庭盛这个幸福哎，人口兴旺的这么一个人。哎呦，我们家七口人呢。哎，对了，我在这儿。人呢？对，我在这儿太行了是吧？哎，来来，说我家，嗯，说我家，我说我家有，什么？又说假话，又那怎么？别的不，你再说一遍。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金鸡，哎，这回就行了。说我家有只飞，哎，别着急啊。说我家有只汽笛冰箱，不是什么汽笛冰箱。说我家有只飞禽，哎，什么呀？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金鸡，八十多斤鸡，八十多斤鸡，这是鸡精啊。来，哎，乐器就在桌子上已经摆着呢，你管这叫乐器？
不是，还没有拿上来，我有秘书啊，等我的小秘书把我的乐器拿上来。抱歉，等我秘书死了。我从这点功夫，你把这话捋捋多好，真是。哎呀，咱也瞧瞧吧，瞧他拿什么乐器去了？这玩意儿我反正没见过他这个乐器，他我也没瞧出来像会乐器。哎呦，哎呦。您都认识是吧？哎，一看这乐器朋友们响起热烈的掌声，还有拍照的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乐器马头琴。你不要骗我！您这是自个儿缺马？这东西不叫马头琴。这个乐器叫什么？好问。快板儿叫快板儿，也叫七快板儿啊。这是什么呢？我们汉语都这么说。哎，英语怎么说呢？英语英语本来叫 quick 力板儿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打起来呢特别的 quick， 就是快，就是快板嘛。在场有朋友会场吗？啊，有吗？没事啊，大家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就别想退票了啊。怎么样？啊，没人会答的，我在这儿，给您展示展示，汇报汇报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啊，哎呀，别开生面啊，王高月还是，真是头一次打快板啊，头一次，今天头一次，对，今天头一次，今天头一次，我在那个我们那个卷子那个宿舍里边，哎呀，这下雨的都已经打马路上了，这俩礼拜我没打板，知道骄傲。热热身，您也热闹热闹啊！朋友们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也是盛情难跳了，给您打上开场牌，朋友们欣赏。学不上来你呢？磕头拜我为师，磕头拜我为师了。
诗歌的 TT 的。哎，你想就这个话是没跟我聊。那咱们可是一言既出，哎，驷马难追，五马分尸啊！唱一唱吧，我可要朋友们，我可要是唱歌绕口令了，哎，让你学学。太有钱了，学一个，学不上来你拜我为师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要学上了，算你狠。我要学，你要学上来呢，我也拜你，拜你为师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你可以开始了啊，咱正式了啊，来，咱可没有心马虎了啊。好，哎，咱就是屁股上什么的插钥匙，飞镖开始了。我瞎了，哥们，哪儿听这都笑话了？真是，屁股上插钥匙，开始了。别打败
节目制啊，你卡吧喇叭，拿喇叭打了，别打了，喇叭你卡吧，还是打，别整喇叭哑巴，拿喇叭打了，闭着喇叭，喇叭你喇叭，喇叭你喇叭，喇叭哑巴弟弟大大吹喇叭，好，张志奇，张张平的姐俩去逛街了，大姑娘名叫红女，二姑娘名叫女粉红。画着灯啊，看着画着脸，西北斜天挂着灯，书啊大风啊。